第六种笔画，折画，折笔的折，折画。那么根据它朝向的不同，它的这个组合方式的不同，咱们分成这么几种：一种是横折，一种是竖折，一种是斜折，一种是弯折。那么这么几种啊，首先看横折，横折，看例子，周。讲课之前啊，咱们提到了张谦碑的方不仅仅体现在笔画上面，那么在结构上面，它这种方峻严密是它很重要的特点。所以这种横折在表现它方峻的一面啊，才起到很好的作用。怎么讲呢？你只要把这个方形横竖相交，构形处理的得当，是吧？表现出一种很峻拔的效果，那你这个方的效果就出来了。所以在这种组合上面呢，齐形平直，形态方峻外露，一定要注意好这个角度。那么在写的时候呢，我甚至有时候啊，会给同学们提个建议：你们在处理这些笔画的时候，常常可以怎么样啊？把它尖啊略略稍微提一点，略略稍微提一点，这个字啊就挺起来了，而不是不往下走，往下一走形式就不一样啊。这是它的一个大的一个特点。除了这个之外，这种平折还有一个特点，内圆外方。这个咱们在讲北碑，讲到这个有些汉碑的时候也经常会提到这个概念，内圆外方啊。内圆外方呢，这个其实已经涉及到中国的一种人文精神了，是吧？这个很含蓄，但是立场鲜明。那么在书法这个层面上来说，内圆外方呢也是这个碑很重要的一个特色。不管是北碑也好，汉碑也好，因为残勒的因素啊，往往会形成这一种笔意。那么咱们在书写的时候怎么去把握它？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调控好笔锋，控好锋。那咱们写一个字，写这个周。注意我的用笔，调控好笔锋，别着急。方圆，只要稍微有一个转笔动作，这效果就出来了。别，有些同学的这个失误在哪儿啊？运笔过程当中过于着急，非要把这方做出来。其实有时候你只要把锋这个笔锋控住之后啊，出不了大问题。看看这个，往上提个尖儿，周，那这两个层面，一、二，都出来了。第二种，竖折，竖折，啊，那么竖折的效果实际上和咱们说的横折是一样的。也是要表现出一种内圆外方的效果啊，在交接之处啊，不要让它显得很生硬，同样是可以通过转笔的这个动作去完成。你比如说像这个野这个字呢，我想给大家提个建议。实际上你看在它的笔画交接之处啊，这个笔画交接之处啊，更多的表现出是什么味道？刀的痕迹，对不对？棱角多分明啊！你如果直接按照他这种方式去写，那表现在宣纸上往往是什么呢？给人感觉很生硬。所以我建议呢，在这儿啊，这个当然是咱们一种尝试啊，在这儿你可以多停留一下，要不然的话，这个笔意和这个笔意它是不融合的，是吧？不能够呼应。你看这儿很圆浑，到这儿很生硬的笔意就出来了。
下来，别着急，是吧？坐一停留，你看往上，往上坐一停留。包括出风啊这些地方呢，你也不要急，也不要急。这个咱们有时候为什么会飘呢？速度过快。大家可以看，我用笔到最后的时候，我都能把它给稳住。第三种斜折，斜折啊。那么斜折的方式啊，这个和咱们刚才说的横折、竖折有相似之处。那么我要想强调一点什么呢？因为它的笔画相对来说比较短促。你比如像这个字，古宫的宫，咱们直接就碰到这个，相对来说笔画比较短促，所以你怎么去强调它的一个连贯性，它的一个呼应很重要。那么往往有两种书写方式，第一种什么呢？我就按照篆书来写，你比如像这个字，比如这个字是吧，古宫的宫，一笔，再一笔，第三笔，对吧？你看没有问题，很呼应，很搭配，连贯性也很好。还有一种，干脆我就把它当什么来写呢？当做这个楷或者是行书这种感觉来写，垂。这个，那这个我就不这样，不这样，不这样了，怎么写啊？是吧？你看这连贯性也很好啊。到这儿，由轻到重，由重到轻，轻的来一道，形成一个轻重对比，节奏感也很强，是吧？我想这个呢也是咱们要注意的。还有一种是弯折，弯折像方啊。像分呐、啊、这一类的啊，这个呢，我想刚才咱们在讲到弯条的时候已经提到过了，是吧？也是偏弯的，那只不过呢，还得这个条画是它还得加一个条，这只是强调它一个折。这种笔画的话，咱们可以用一个书法的专有用词来概括，折钗鼓啊，钗，金钗、银钗、金属的，但是我不管我怎么去做，它应该是什么呢？笔形应该是不是这个浑圆，圆浑，浑然一体，很圆净。圆径力度很强的，注意这个，对吧？有这个了，那么这笔还能弯吗？不能弯。有曲必有直，有曲必有直，啊，节奏感出来了，啊，这种对比。最后一种笔画，勾法，勾。
钩这种笔画咱们原来说过，在篆书当中啊原来是没有的，只有这种短弯儿。但是在隶书的形成过程当中，是吧，由于把方折的笔画去改造了圆转的这种线，于是钩法出现。那么在张骞当中，这种钩法很有特点，一种呢书写感强，一种呢刊刻效果明显，刻的效果明显。你比如说这个字刊，他说这笔画怎么出来的，这很明显是刀法，肯定不是笔法，到这转过来之后来一刀。所以建议大家写这时候呢，你要把这个刀的痕迹啊要尽量的要给它去除，自然显得自然。用什么方式呢？转折回，你看子子孙孙，折笔出条尖钩，刚才那样我们所谓的平的，这个呢尖的，尖钩出条。书写的时候啊要注意这个笔画的锋芒不能飘，折出，折出。力度加强，看一下这个两者之间的区别，一个是折回的，一个是出条的。好，这个呢是咱们讲的张骞碑的这个笔画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它和咱们学这个曹全之间啊差异还是很大啊，那么更多的表现出自己的一种共性的特色。张骞碑它的一些笔画啊，从点一直到最后的钩，所以通过这个讲解啊，咱们同学可以有一个认识，咱们学习张骞碑关键学习它是一种气质啊，要把它里面很浑厚很拙朴的这种味道韵味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体会啊，而不仅仅是它笔画形态的一种模拟。今天呢咱们进行张骞碑的最后一个项目啊，张骞碑的结构特征。张骞碑在讲它结构的时候，仍然是要回到咱们对它总体艺术风格的回顾，以方为主，以方为主啊。那么我想这种方同样也体现在张骞碑它的节气取势之上啊，所以咱们总结出张骞碑它在结构上的第一个特点啊，四个字，端方朴茂，端方朴茂啊。那么这四个字我想啊都各自有它的特殊的一个含义啊。端方啊，这是对它字形的一种形容，端正，端正啊，端正。那么咱们欣赏张骞碑的字都会有一种啊非常鲜明的这么一种感觉，这个字啊如同一个非常坦荡的一个君子啊，直面对人，你比如像君啊，是吧，像刘啊，像这个枝啊，很正，很正啊。所以这一点来说呢，我也在提醒咱们同学啊，在临摹的时候啊，切记要注意把张骞碑它分布上的四周都要关照到，而不仅仅是看到了一面或者是左或者是上，而忽视了其他一面，是吧。所以张骞碑它特点为什么这个字能放大，而且放大之后具有很大的一种震撼力，对人会产生这么一种震撼，原因就在于它的这个分布上面四周都很充实，很充实，很端正，这是一个特点。第二个是朴茂，朴茂。那么这一点咱们着重强调它的茂密，在分布上的茂密，为了
强调在字形上的一个方整，那么它的很多笔形啊都会经过处理，都会经过处理。你比如说，咱们举两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大家看这个字啊。那么这个字在曹玄当中啊同样出现过，是吧？在曹玄当中，这个字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啊，突出啊它的这个格沟。那么其他的笔画呢都很收敛，都很收敛，所以形成了一种收放情重的一种变化，字形婀娜多曲，很漂亮。那么在张谦碑当中，为了使得这个五字啊表现出一种很端正的这么一种形态，那么他对一些笔画都进行了说一些特殊的处理，比如说这个笔画，是吧？咱们知道这个笔画原本是在格这个格这个部首当中的一个小竖，一个小竖。那么在张骞当中，他为了使得分部上面更加的茂密，更加充实，于是呢把这一个小竖斜向的小竖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一横。咱们有些同学不太理解，说这到底是一横还是一竖啊？原本是一个斜向的一个小竖，那么在这儿变成了一横，它变横的目的就是使得这些分部啊更加的匀实，四周的这个分部啊更加的茂密。那么包括五下面这个纸，在曹玄当中啊这个纸啊是收敛的，那么在张骞当中把这个纸给它放大了，也是起到一个充实空间的一个作用。那么这是一个例子。还有这个字很有代表性，很有代表性。那么在咱们的楷书当中啊，这个荒下半部往往给写成什么呢？竖撇，再一竖，再一个勾，竖完勾。那么在张骞当中，为了保证字形的方整，他把左边这两笔完全变成什么呢？变成了很直，而且笔画略带粗的、带有厚度的这么一种短竖，短竖。包括哪个字呢？前面给咱们看到这个九，这个处理原本是一撇，啊，为了保证整个这左半部的一个这个空间的茂密，那么把这一个撇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一竖，这个都是他特殊的手法。那么用这种手法使得分部茂密，使得整个这个字形啊这个表现出一种很端正端方的一个效果。那么这是他的第一个特色啊，端方朴茂。第二个呢叫随行布势，随行布势。有的同学讲啊，张谦碑既然是以方取势，那么如果我把这些字都按照方的这个规矩去对它进行改造，那么这个字形会不会显得太板太死，是吧？所有的字出来都一样，都是那么方方的，那不很愣吗？跟咱们看到的这个美术字一样，会不会有这种弊端呢？事实上张谦碑啊他还有一种天然的情绪，那么咱们用这四个字来进行概括，叫随行布势。怎么讲呢？虽然是方，但是方它有长方、有正方、有扁方，是吧？它的形态是不一的，有些字笔画多略大一点，有些字笔画少那它就略小一点，略小一点。也正因为这样，随着笔画的多寡，随着这个字形原本的它这个形态的一个这个样式，我去合理的去处理这个字形。所以也就是咱们现在看到这个张谦碑的字，有的字啊扁方的，有的长方的，有的正方的，是吧？有的字呢偏大，有的字略略小一些，当然反差不是过大，是吧？也正因为于此，才使得整个张谦碑它在方的基础上面具有了一种什么呢？具有了一种形态的多样性，形态的多样性。在这儿啊，我想给大家介绍这个一句话，谁说的呢？南宋时期的这个书论家、音乐家
也是词人，叫姜夔、姜白石。那他呢，有一篇非常著名的论文叫《叙书谱》，这里面提到了分布上的一个特征，啊，提到了楷书。当然，我想这个楷书这个特点啊，仍然可以借用到对隶书的一个形容当中去。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啊，魏晋书法之高，良由各境自知真态，不以私意参之。什么意思呢？他说啊，魏晋的书法很高古。为什么这么高古？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也就是书法家在进行书法创作的时候，确确实实的尽字之真态，也就是说把每个字最本色的一面给展示出来了。那么他所谓的本色一面是什么呢？比如说东字长的，西字是扁的，是吧？铅字笔画略少一些，显得很疏朗，那么有些字啊显得很茂密，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字往往是造字之初就形成的字的本色，字的本色。